一整个背部痛，然后现在从昨天前天开始，一整个背部哦，一整个痛，就像肌肉拉伤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这样子，一整个背部对。 是痛还是酸？痛，然后我一整个腰哈，一整个腰。 快40年了，40年前摔过，这是腰，对，然后腰很痛，腰也痛，背就是腰酸背痛，对，然后医生要我开刀，我一直不敢开，开哪？就是你对，就你按的位置，按这里，大概开这里，对，不想开吗？不敢，不敢开，怕坐轮椅。 今天我也忘了带刀，刚学了个美工刀来，不然我马上帮你，好，会稍微酸痛一点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试试看。 好，好，好，还要干嘛吗？再一次喝。感觉看看，因为我这一段常常痛到哈，没办法走，没办法坐，必须平躺，然后躺着半小时之后，慢慢好了。对，我碰了一个，他已经开过一次刀，但是还是没办法。就是这一段，痛，常常痛到哈，没办法走路哦。对对对，只能就是就犬就是这样子，寸步难行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对对对。现在嗯 ，OK。OK 吗？好。所以姐姐解决了，耶。 多少年？三十八，快40年。38年，几分钟？三分钟，不到三分钟，不到三分钟。谢谢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感谢。谢谢李长，刚好是这个这几位大姐都是很疼我的，每天他们主动给我吃，但是我不叫管一个哦。那如果养胖，我不可能吧？不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啊，爸爸妈妈、爸妈住一起。 然后煮麻油鸡，然后这个包水饺包馄饨来给我吃，然后这个还有那个粽子给我吃，就看他瘦了。那这个姐姐也是，那是什么麻油什么做早餐来给我吃，就怕你长瘦了。我们一长太瘦了，很多人在瘦。我们这几个很多，一长一长，很多，也都是你们疼我啦。对，真的呢。没洗澡，刚刚呢。